冷静十秒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气场从右边发到左边，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回来，没关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节目继续安排我们财神爷。有领钱没？是，对。感谢。而且很辛苦哎，天气这么冷。哦，对。而且这边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那个，给你问，问我吗？对，好，你问，但我不一定会说，没关系，因为像我们的是，这对我来说算前辈啦。嗯。哦、oh, ，对了，好了，对对对对对、好。那我就是想说，哎，其实像在演戏这样子啊，对，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你觉得比较夸张的事情？就是你觉得在，因为正常来讲，我们拍戏可能就是剧本嘛，是。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背剧本啊，然后对戏啊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有没有什么是印象比较深刻的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我觉得我能来当演员，基本上就是一件最夸张的事情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其实我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去演戏的，哈？对，我是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因为我毕业那一年刚好大原那个华航的飞机出状况，嗯，那我是读观光科的，嗯，可是旅行业都不行啊，可是整个萧条，对啊，我是因为真的是找不到工作，所以我就是先去当临时演员的，对对，我是从临时演员开始演的。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出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然后需要一个女孩子会就敢讲话的，对，然后现场那个副导就拉了我，然后就问我说，妹妹你会不会讲话，然后我吓都吓死了，我就一直说我不要我不敢真的，对，那个时候不敢，到后来就想反正也还好，因为剧组真的都蛮善良的啦。对，虽然有些时候导演挺鸡歪的，对，很会干胶这样，对，还会给你丢可乐瓶什么的，对。但就是后来就慢慢习惯，以后就开始这样子演，演到现在。哦，对，这样子哦。那其实从早期这样子演，你想演戏吗？你是想演戏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最好不要。对，最好不要。这因为其实像你刚刚说那种。好好，来插播一下，来插播一下，好了，我们现场的宾客，如果你要跟秀 girl 合照的朋友，请帮我把握你的时间，尽快来做。是哦，好，再一次广播一下，来，我们现场的宾客想要跟秀 girl 合照的朋友，尽快把握最后的时间来做合影，来，好，今天节目很多呢，今天节目很多，插播也很多，很好啊，很热闹哈。来，我再聊一下了，就是，我被攻上啊，对，因为你刚问我说很夸张的事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现场朋友一定会好奇啊。我有遇过那种吃豆腐吃到真的是，你所谓吃豆腐是这样从上面，他还不是这样而已啊，他那个镜头是他要这样子从我后面，对，然后要这样摸，嗯，要这样摸，然后他就真的摸下去了。有没有跟你求解？有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，来插播一下。来，我们现场宾客，来跟我们秀哥合照的所有朋友们，可以赶快先起身，帮我移动你的脚步来。对，要合照的赶快哦。来，先帮我移动你的脚步。男生女生都可以哦，赶快哦，对对对，不要不好意思哦，赶快把握机会，不要不好意思哦。哦，来，这是我们蔡董特别安排的，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把握您的机会哈。是，而且因为其实平时如果你去看车展啊什么，那个修哥没有办法那么近的让我们拍照的，对，围起来。对对对，所以这是很难得可以近距离的跟我们这些漂亮的妹妹一起合照。对对对，好，所以赶快，赶快，大家是怎么样？都会害羞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们蔡董，哦，蔡董，你看。家世就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有董事长的模样。对，也再次感谢我们今日的赞助。首先呢，要来感谢我们天恩汽车的林恩奎，我们的林董事长，感谢您今天的热情赞助，谢谢。再来
位是我们有打友汽车许波尼，我们的许董，感谢你的赞助，谢谢。再来是我们嘉达汽车，我们的庄家鹏，我们的庄董，感谢你的热情赞助，谢谢。再来是我们凯裕汽车，我们的蔡玉杰，我们的蔡董，感谢以上四位所有的董事长，感谢你的赞助，让我们今日呢，我们永腾车业的乔迁开幕的盛宴呢，可以这么的热闹，节目安排这么的精彩，美女也是安排这么的多哦。那今晚呢，除了我们的美食的飨宴、buffet 跟串烧，以及我们的还有啤酒，那甚至我们今日的辣妹舞秀等等。哦，就是大家尽情的吃，尽情的喝，尽情的看，就是今天要开开心心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天。这也是呢，对我们永腾车业的一个满满的祝福。好，那么话不多说，一样继续安排我们下一位歌手为我们演唱。龙哥，龙哥，龙哥，赶快！我跟你讲，所有太阳都给我上来，好不好？哎，所有太阳都给我上来。操你妈！不是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赶快上来啦！我们三虎的进来了，进来啦！所有的，好不好？太阳虎，太龙哥，哎呦！龙哥龙哥，哎，来帮往前方看喽！好，好，谢谢，东东，哎，对对对 ，OK 了，谢谢。哇哇！